好，这一件是马莫特的Gore-Tex 2.5 层的雨衣，就是算是它的入门款，就是有 Gore-Tex 的入门款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，那首先就是大家在买雨衣的时候很关心的有没有腋下拉链可以透气。好，这一款有腋下拉链。帽子的调整呢是在帽子上面这边，后面这边有一个可以松紧的，可以拉就把它拉紧的。好，这是帽子的调整。然后在拉链这边有做挡片，可以更防风。在胸口这边有一个拉链，有一个口袋，我把它拉开来。OK， 好，这边有一个口袋可以放手机或是 anyway。好，然后它的手这边的剪裁是有特别的剪裁，可以就是我们在弯手的时候这边不会太紧绷，就是有做拼接嘛，一做拼接就会有松分。好，那它这一款它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极简主义啊，极简的设计。好，那其实它的设计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雨衣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面。下面的话要看的就是 ，OK， 好，有双手口袋拉链 ，OK， 另外一边也有，然后下摆这边有一个可以调整松紧的，如果风大的话就可以把它拉紧，风就不会比较不会从我们的下摆灌进去。在袖子这边的松紧是有做魔鬼毡 ，OK， 这样子就可以把袖子缩起来。好，那这件雨衣的元素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OK， 好，那这一件就是马莫特的。哦，我不要念它的单字，多念到嘴巴打结。